李颖要打开了吗？妈妈，你要去回家了。那我帮你打开喝了好不好？还是你要带回家喝？我想要带回家喝，我现在是你没有要在这里喝啊、哦？你现在不是口渴你才买的吗？要不要打开啦、啊？你回家要口渴了、哦，所以你要拿着回家。弟弟，阿伯问你要不要做？不要。那也跟阿伯谢谢。跟阿伯拜拜。你看，好了，阿伯要先走了哦。我们先去那边。阿伯要先走了。坐的话，我就给你坐。阿伯先去那边了。弟弟不骑哦，那个是红色的重型机车哎，你只想看不想骑哦？嗯，我想要长大一起。长大一起哦、嗯，好吧，那也只能这样子了。哦